火光唱圆圈，暗夜淘白海送泡面，地精魔术乱了画面，马戏团的诱惑就要上演，阳光点燃下午三点，抛开烦恼忘记危险，兽人英雄穿上制服跳支舞，赢走荣誉和金钱，斗破旋转花瓣加冕旋转笑脸，没有天马流星没有法力无边，管他呢，我有我春天，这世界快失去焦点，别灰心快点去交接，让快乐膨胀下初恋，什么承诺誓言，只要我们在改变，这世界快失去焦点，别灰心快点去交接，让快乐膨胀下初恋，什么你的我的成长在一瞬之间，暴雪防疫178游戏网，艾泽拉斯国家地理 AK 语音武林帝国。喂喂，你们现在在哪？联盟召唤了飞行骑兵，石榴碉堡遭遇联盟，速来支援。怎么了？说话呀！我召唤！我们无火球今天真是百战百胜。喂，喂，那边也灭了。我们上，和他们拼了！再坚持几分钟，石炉就烧了。我自己就收拾他们了。小心点，虽然这几个是笨蛋，但也不要轻敌。多谢，请问英雄尊姓大名？雷锋。你们到哪儿了？我们刚拿下冰翼碉堡，我马上就过去。胁迫碰面。看来这场战斗要打很久了，都聚集在胁迫对推了。都要办那个没教养的牛所致啊！要不是他开了雷毛，联盟现在已经被我们坑住了。火球今天要称霸傲山，成为傲山的大王。姐妹们，我们上！小牛犊子，给咱家闪开！这个墓地抽空啊！闪门，你到底在哪？我在一个塔上隐蔽着。这么多塔，到底是哪个？我看看，你等一下。我看到一个长得挺像你的废物，你找找。好，一会儿再联系。注意观察，有没有一个长得像我一样的废物？闪门姐姐以前说过，全世界就你一个废物。
沙满，你个分流，看到我居然不叫我。人家不确认是不是你嘛。全世界就我一个废物妞，不是我还能是谁？ MT 快隐蔽，有人来了。就他一个，我们送他一程不？好，你上，我精神支持你。 MT 你又屁眼了是不是？看那是谁。少转移话题。春天里那个百花香，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，太阳公公当头。哇，敢问这位少林图僧，你可是在开旗子？你看看你，本教花好心好意问候你全家，你最起码也得说句人话以表敬意吧。在这鹅毛大雪的春天，你难道没有从我的语气里感受到一丝温暖吗？敞开裤裆去迎接新的一天吧，这是多么棉花的事情啊。有朝一日你会感谢我为你指明道路，虽然你想感受一下温暖吗？好吧，俺成全你。这还没完呢。我要继续寻找我的春天去。我觉得还是不要和他打招呼的好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我们赶紧去找小德他们吧，大家要集合起来才行。为啥要集合嘞？你还好意思问，要不是你刚才手贱开了雷毛，至于现在这样吗？嘿嘿，俺拿了两个目的了，还偷了联盟的大小姐。美个屁啊，我们看一下战况。我们比较有优势嘛。懒得理你。小德你在哪儿？我正要去前线看看战况，联盟在斜坡处集合了，你们先去蓝人房，联盟可能去偷蓝人了。呆妖孽，敢欺负我们部落的兄弟。哇哈，美女教我的风筝术果然好用，我现在天下无敌了。快死了，我就要胜了。先去男人房吧。男人在哪儿？